你以后和谁在一起，和我没关系。你真的是个混蛋。 在那边等你。你小心点啊，他裂了。什么时候出来的？ 接下来什么打算？这是我的事儿。那你现在住哪？回来结婚的。你们俩挺合适的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 朱韵，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，和你没关系。你也不用老觉得对不起我。三年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你以后和谁在一起？ 是做了什么你要这样子对我？我以前觉得你只是狠，但我今天才明白，你真的是个混蛋。你想多了。 大家都赶时间，我先走了。李寻，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啊！ 挺大气啊！哼，哟，刀嘞，意外惊喜！哎，不好意思，大朋友，你这臭毛病老改不了，别怪别人另眼看你。把钱包还了。好嘞。这么多年了，哎，这年头还要把钥匙放钱包里？哎，来。